所有的人全去防张宁了，绑着，特别刘恒毅已经完全不管你了。当时你站这，你站在这，看你不知道干嘛了。你站在这，刘恒毅在那，你就往里走，拿球以后，看你直接往里打一个转身，差点把球整丢了。你应该是这样，就往里突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始终是错位，你打他，他肯定俩人防你。他全俩人都是加他，明白吗？他不防你，他全给张宁。到十二到六，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很快投的，或者你们也可以先换。如果你看张宁在下面，你就直接去防那个高的。然后你拿着起来照着放滚，啊！1、2、3，王继帅有机会就突他。